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腿的话是非常的粗。开了这味儿了，玩这味儿，这玩意儿啥话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强壮。这种狗应该叫做加纳利，你看它脖子上那个肉也非常的多，非常强壮。我感觉它应该有100多斤吧。刚才狗主人说了，这个狗有140斤。这种狗的话，做护卫犬应该非常的好。140斤，什么概念呢？它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体重。让我们往下个视频看一下，走。就在刚才回来的路上啊，老李看到了这个狗肉车，里面有一条哈士奇和一条马犬，这个品相的话还是非常的好，对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马犬也是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凯尔这个脸色头版，也就像人家说的吧，看又是一条被主人给卖掉的。也就像我们所说的吧，初心易守，始终难得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